三年来农药肥料涨了一两倍，生产成本一年比一年高，高阶梨售价却一年比一年低，梨子冰到烂还卖不掉，看不到总统关心。农委会花三十几亿补助台北市办花博，却不肯关心果农的痛苦。看整个冷冻厂满仓，请支持疼惜农民的蔡英文、郭俊铭。三年来，农药肥料起价一两倍，生产成本一年比一年高，国家来的卖价刷一年比一年高，来啊变甲烂，也阁卖袂出去，看袂到总统的关心。农委会开三十几亿补助台北市办花博，仰天关心果农的痛苦。看整个冷冻厂满仓，请支持疼惜农民的蔡英文、郭俊铭。三年来，肥料农药起价一两倍，生产成本仍然比仍然高，果汁里的卖价煞仍然比仍然低，果汁里变都烂还卖便宜，看不到总统关心。农委会发三千万亿补助台北市办花博，也免关心果农的痛苦。看整个冷冻厂满仓，请支持关心农民的蔡英文、郭俊铭。